之后，他的直球比例非常的高，尤其方向，哇！姜昆宇这一拍没有接干净，哇，很难得啊！看到姜昆宇出现手背失误，没错，今年第四次的 A 啦。轮向的外侧，变化球，游击方向，王威成抢了出来，但是没有接到，出现手背失误。嗯，哦，这很罕见哎。一场比赛，王威成跟姜昆宇要同场出现失误的比例有多低啊？这个为了要求快吧，可能哈。哇，这真的很少见哦。对，通常这种比较软弱的滚地球会没有接好，是因为还没有进去的时候，其实他已经准备要往一垒传了哈。意识上可能就是要想早一点出手去传球。有全力打的演出。滚地球，来看一下，二垒手接到再往一垒传，没有传好，结果出现失误，现在狮队有得跑了。哇，这个半局，中信兄弟在内野的守备有一点问题啊。狮队的第五分回来了。对。哇，这个有一点剧场，林月平笑出来了。啊，要换代跑了。